熟水好吸收，本节目135度超高温煮沸的康师傅喝开水独家冠名播出。 Leader 为每种生活发 offer， 本节目由轻时尚家电开创者 Leader 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彪马品牌赞助播出，彪马 Nature 氮气科技跑鞋，起跑即释放。这不是昨天考试的东西吗？你第一名，王蕊第一第二，太强了，也没想到面试是最后一名。差不多我们开始实战啦。这个你看一下，想知道什么？它有出血风险吗？近期有没有胃出血、眼底出血？大点剂量的硝酸铵、硝酸铀三离子，把氯吡格雷复合量再吃。中间的同学表情渐渐苦涩。一问三不知，现在是。这个病人有没有熟悉？你们这个房间的好像都病人状况还是比较乐观的。什么叫比较乐观？对病人重视程度要做到每个人都一样的。不是说他疾病重我就重视一点，疾病轻我就不重视。我知道各位都是高材生，但是你在医院病房里面一切从零开始。凌晨3点了，这是。哇，学霸真的是较劲。人生有两个令人心动的第一次，一次是遇到心动的他，一次是遇到心动的 offer。 欢迎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职场观察类真人秀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三季。节目拍摄是在医院指导下，严格遵守防疫和院感各项规定下进行的。上一期我们看到了医学生们进入到医院临床实践的第一天，那么接下来医学生们会在这里怎样开始他们的求学之旅？我们看短片。准备交班啦！交班。林妹妹，我们过去吧。哎，我先去交班了。啊啊！李老师，我们三个学员过来。哦，是吗？你们两个坐这里。我的妈，这么教啊！哇，这么多人大会啊！是每个星期交班一次吗？不是，天天都要加班。每天都要这样来一趟吗？不用，不用每天都这样。周一是大交班。对。嗯，我建模升到6:50。嘿，我们是要走了吗？对，要不等我1分钟，我马上好。哎呦，我好慌啊！那个 PPT 那个没搞完。哎，今天我们交班没有意思的。到时间了，到护士台集合了，不是在这里等的。不好意思。病人总人数为39人，病重加客户12人，1床2床3床6床。今天班里医生要注意到，有几个发热的，还有几个处理的时候要及时。加班吧，加班吧。东区交班，新内监护室总人数11人，因为病重8人。CEO 李无常诊断为心梗，脑梗的9月3号，做了造影成像，释放了1枚支架，右冠 CPU 未开通。大家新的一个礼拜好啊！今天又是星期一。这个事情跟大家稍微简单交代一下。哇，在医院节奏都这么快的吗？就是交班特别太难了吧。好的，那行，我们先过去那边。去东区那边交班，然后就是你们昨天两个准备的那个要汇报的手术病例跟着去报。行，你们谁先去把你们的 PPT 打开也可以。下周一早上交班的话，是整个科室的主任们都在的，尽量做到不要被问住。我已经想起了我在医学院的生活了。
这场面太隆重了。声音又没有。我可以坐后面去。之前讨论的病例，大家过一下。在背题呢，就回到主诉我看看，这么大一个肿瘤，前颅底，除了视力有影响，后面可能要过去硬化视交叉，你自己想想看，还又会有什么症状？你都跟你没关，你都没看过病人，所以也不了解。那你这个病是主诉什么是？门诊抄抄来的。下面病是什么？你这个 CC 是主诉，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过程。上次讲过这个片子，你们不是光是看什么 T2 像，光是看一个云里雾里的看不清楚的，深感觉怎么查？影像结合起来，我想问是肠胃是什么？我先找一下，所以深感觉是啥？清晰触觉，痛闻觉的话是前感觉，清晰触觉，肠胃知觉，方味，方味的，肠胃知觉，触觉是。麻木一年，然后加重半新的，我看来间歇跛行。这个大概对得起来的，你把骨科的生意抢来了啊！跛行到底算是？就是翘脚这样，一只脚感觉走不利索那种。目前诊断是神经性性有病，这是二型一型。什么叫二型一型？记住我就再放更清楚。没看到，我都没听到过。哎，不用问就已经被问出来了。是需要椎板减压呢，还是光是我复位？你不要拿出去给人家笑话。这个学东西好痛，鼻腔一堆，早上晚上一早上把针的神经外科。那个那边有现在吧？差不多。待会儿上去就是讲的重点，可能把那个原始的那个图像，就链接的那个调出来以后，多看看其他轴位啊什么的那个影像。好的。没有了吧？这边还有同学还有这边还有啊，这个我来了，上正常了。我估计这会儿心是在狂跳吧。我已经在狂跳了，替他跳。我这边的话比较七床前面的那个胸十二水平的一个支管内，想一点。可能脂肪瘤可能的这个病史，我来补充一下。他们俩都听得紧张。病人的话是4年前劳动的时候感觉到腰背部的疼痛，当时的话还伴有一个下肢的乏力，无法自行站立起身。下背痛是吧？对。然后当时的话他是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就躺在床上自己就缓解了。然后之后的话他是自己主诉了，可能一年可能会有一两次的这样子的发作。发作的时候的话是伴有左侧下肢后侧的一个疼痛。然后现在的话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他现在这个大小便失禁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才来医院就诊。好，其他呢？其他人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还有会有什么症状？你自己想想看还有会有什么症状？你这些症状去查过问过吧？所以我们讲你相关的这个都要详细，相当于当一个小病例要问清楚。但他刚才前面说的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。对，那已经没错的。他前面这段讲的还是不错的。好吧。下面多沮丧啊。
人他都已经靠墙上了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汇报的这个病例是一个61岁的男性，然后他是因为3年前的左额叶的活检术后，然后1周前发现脑积水入院的，然后他是因为3年前因为左上肢乏力和反应迟钝，到我们院做检查发现了左额叶、右额颞叶以及基底节区的占位。然后是这是在我们这里这一次住院之后的做的一个磁共振的情况。你术前活检的磁共振应该有吧？我们这里能查到的只有一个在我们这做术检。你这边你看不出这个病人淋巴瘤的影像的特点。对，他这个只有一个 CT， 他我们既然做活检，我们医院肯定有磁共振。至少立体定向定位要用啊。术后的就是在我们活检后只有这个。首先，你这个病人是有活检证实是淋巴瘤的，所以我们讲第一个病史就是这个病人是有淋巴瘤活检的病史。他现在的症状是什么？他现在的症状主要是不是说现在有脑积水，病人不可能自己来告诉你我有脑积水了，否则他是医生了。对，他是那个做放化疗之后有出现了尿失禁以及语言行动迟缓，就去做了一个磁共振。对、在外院做的。那就最近几年时间，他最近一段时间他语言反应行走各方面又查下去了，这才是主诉。这就回去看看再看书好吧。好，可以了，结束了。太恐怖了。哎，冯琛呢？今天我躲过这一劫。冯琛躲过这一劫。对，冯琛管的病人再去查一下。哎呦，哦，完了，可能问题更大，直接奔冯琛那个病人去了。对，大劫在后。张主任太厉害了，在劫难逃，在劫难逃。昨天都已经问过病史了，病人我们过一下。嗯，然后先这个先开始啊。你好，哎，我们查一下房看一看啊。对，恢复的都可以吧？今天不是这么好，还听话，吃药还在吃。啊，主要25床患者，我们是8月16号主诉，因为头痛头晕，然后这个，突发性的这个抽搐有10个小时左右，然后送到我们急诊的。他当时来的时候，整个人是处于昏迷状态，评分只有2分1分3，2分1分4分。嗯。之后到20号又出现了一次持续性的癫痫的一个发作，已经是重度昏迷，只有1分1分1分。然后这个患者是有20余年的这个高血压史，然后也有20年的饮酒史。嗯，患者一直出现这个呼吸系统上的一个问题，然后胸部 CT 是在9月1号做的，发现这个比之前的那个 CT 做的话症状更加严重一点，具体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72岁，又有高血压病史。CT 做出来是脑干，这个出血，诊断考虑是，高血压性脑出血。高血压性脑出血，我们有哪些要点需要特别注意的？高血压性脑出血，这算是一个个考题丢出来吧？我临时问问题太难了，非常难呐，都快哭了。想想看，还有哪些？我本科刚毕业，我可能说不出来。我觉得这样直接回答挺好的，比硬回答好。对，不懂就是不懂。可能这个是比较那个为难你们啊，就真正碰到刚才讲这种病人，既然有12年的高血压病史，三高的情况，啊，动脉硬化斑块的情况。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专业2021级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冯琛。那么在未来，我希望成为一名科研型的医生。科研型的医生跟就成为一个医生会看病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科研型的医生是普通医生跟基础科研人员之间的一座桥梁。因为你是现在是研一，我研09月份才入学。
你刚刚说到关于科研型医生，你觉得是一个做桥梁，但是科研型医生首先也是个医生。你既然是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，我们是按照一个医生的要求来要求你，基本功是一定要有所加强的。这就回去看看这看书好吧。张主任说了好多遍，回去再看看书。今天上午呢，是大家熟悉了病人以后，我们对他们现有的处理方案和接下来怎么处理，啊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。但如果以后自己管的病人，我们整个病史的过程要记在心里了。大家，因为从书本里面过来。临床病人的有些病种可能因为书本上面没讲过，有些是书本上面讲过，但是我们可能掌握的还不够啊，所以要去复习。今天下午可能是新病人，新病人会进来，接下去你们新病人那完全自己去问，进行一个汇报。哦，一个问题还没解决，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。好，那么就上午我们就到这里啊，大家辛苦。赵总，赵总，这就是我当时在医学院的生活。今天的还没过，第二天的考试又来了，每一天都在濒临崩溃的状态中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来。有没有起来？瑟瑟发抖。今天换成你啦。老太太去干嘛了？她去那个下面二楼那。已经送下去了手术啊？这么早？对对对。好的，那待会儿再看老太太，先看老爷子。昨天是谁收的？我收。那大概病情介绍一下吧。患者今年85岁，男性，房颤5年，双下肢水肿2个月。然后这回，大叔想来查一下水肿的原因。那你考虑一下水肿有什么原因？考虑可能是房颤导致的心功能不全。你需要做哪些化验检查来佐证你的诊断？需要做的是心脏彩超加心功能，然后有 BNP。那么心超如果做出来怎么样是佐证他的心功能是不好的？如果要是射血分数小于50的话，可以诊断为心功能不全。那么你猜他的心超可能还会有些什么改变？因为他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，有可能会出现冠脉的问题，可能会出现室壁的运动减弱或者是消失的问题。非常好，还是有理解在里面啊。那基本上该讲的都讲了，信息点都在，昨天下功夫了，仔细去看过了。这次实习来证明给大家看，我们这样学校毕业的学生也会一样努力，也会成为一名好医生。对答如流，还太有理解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是蛮高的一个评价。高尚，我很看好他。我们的刘畅小姐姐加油啊。所以有些时候病人可能跟你简简单单的说一句症状，我们还是要多想想对有哪些原因可能在里面啊。那么我们刚刚说了房颤最危险是中风，那么要吃药来预防它。那哪些人要吃药？我所有的房颤都吃药吗？有这个问题突然来啊。房颤的出血凝血两个评分，这个还是要记住，因为这个明天就要用到了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要用到的先学会，至少啊。是啊。评分吗？有专门的评分标准或者说容易记的东西吗？有。叫什么？叫。糟糕了，第一关、第二关没过。C 是什么？不会读。哎呀，昨天提的那个他没记住啊。刘畅，学霸，快！谁知道 ？Charge-Lask 评分。对 ，Charge-Lask 啊。天，这也太难读了吧？这应该怎么读啊 ？Charge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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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了。Chadwick Mask C 是什么？充血性心衰或者心功能不全。H 是 hypertension 高血压。AH 是大于等于75岁。流畅嘛，就
科研型的学霸。在我们普外科做过一篇文章，研究与创新一等奖，可能是个妖才。对，没错，非常厉害，是不容易的。哦哟，D 呢？糖尿病。然后 S 呢？Stroke。B 是血管性的 vascular disease， 就是也是除了冠脉以外的血肿、外周血管的一些疾病。突然感觉发光了。然后还有个 A 是什么 ？H 那个是65岁到70。哦。啊，还有个 S 是什么？性别。女性。好，还是很好的。抢答了一个。是他出来的这一个。参与了一下。挽尊一下。好的，老爷子，今天我要考他们，所以问的问题比较多。你对他表现满不满意？还可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的，那你休息吧。啊，好的。回去得重新准备一下，我觉得就这么弄会不太行。不太。哎，你帮我写一下这几个呗 ，A R E F 都是啥？哎，我觉得能安安生生吃顿饭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要睡着了，太高兴了。真的是挽回一局啊！对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其实他俩挺互补的。对对，他俩缺的都是对方的优势。才第二天啊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新人在这些主任面前的那感到那种压力，我真的是感觉像山一样的。这个医院的实习，他每天都会有老师问你问题，哦，不一定是什么时候，不一定。然后原来这是常态。他早上交班也非常非常紧张，交班特别紧张，尤其让实习生去交班，就在大家所有的老师面前去说，然后假装自己很流利，然后老师问。忽然问你一个你没有准备的，就特别想死。你有碰到过那种就问到你就答不上来？我常常不答，因为我答不上来的属实有点多。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就是你的任务，他告诉你明天要考你哪些方面的题，你准备了，但是还是会忘。我也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当然跟学艺没关系，就是像毛毛刚才说的，就老师会有这种癖好吗？有啊。会吗？你们觉得有些老师很可爱吗？就是他说比如啊，他说是可爱吗？就很可爱，他就经常写的题目三加三等于几啊？五。那老师能不知道三加三等于几吗？所以这种突发性的提问我觉得是特别可怕的。那蕾蕾就比如在课上老师提了一个问题，你是知道答案的，你是那种会举手告诉老师说啊就是叽叽叽，还是说你会那种把自己埋在？我反正每次上课都在劫难逃。每次都是吴磊同学来你来答一下，吴磊同学你来答一下。那其实我觉得老师还是想要说给你外延一些知识面，就提醒你说可以继续再往前走一步。我今天听到读十二年我就已经后来发现只是开始，只是刚刚开始，而且还只是开始。我看那个，继续看啊。你们新病人还没去过是吧？没有。对，我不是说带他一起去吗？还是之前没查过？为什么是带他一起去？我从来没收过病人。那你们刚才干嘛不去啊？看了他的，在看 DSA 刚才这个片子。不是，你们一个多小时了都还没去看过那个病人。今天就那个三个新病人就还按原来的分，反正22床本身就是你的床吧，你去再收掉。然后23床是刘不言你的，23、24都是我的，23你收，24归你，啊，你们待会儿自己注意着看看。好。哦，完了，要被批评了。对，已经发现不对了。完了，这今天是我查房，
那如果今天是主任来查房，哦，你告诉主任我病人来了，我还没有收呢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是不是？我早上也跟你们说了，下午的主要任务一个是病程，其实你们应该中午吃完饭回来就要写掉的。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们空了，人都凑齐了再去弄病人，效率提高点啊。两个多小时了，你说说你们干了些什么？病人没收，病程都没有完全写完，你们有时候自己主动的盯着点，要主动找自己的活干呢。按你们这个效率，今天是回不了家的了啊。以后这样啊，各干各的活，你们又不是小学生，还要结伴出去干嘛呀？这个话好严厉啊。呀呀呀呀，哦哟，集体现场被批评，难兄难弟的感觉。先去我们新病人病室嘛，看你们自己的功夫了。哎，之前那个病例的一些问题啊，这边还需要问你们一下啊。平时是做什么工作？教师啊。阿姨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前任。主要是因为什么问题啊？头痛。我是你的那个主管医生，我叫李不言。你叫什么医生？我叫李不言，不说话不言啊。是不太重要的。李不言，我们是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叫李医生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李医生吧。对对对，大概问一下你的情况。你抽烟喝酒都不搞吧？没有抽烟。眼睛睁开，眼睛睁开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给你检查清楚一点，万一有些小毛病被我发现了，也不一定有，好吧？不用担心。好。做全套体检。放松，放松脖子，不要用劲，好不好？放松啊，放松，放松。靠着我，不用管啊，放松。嗯，来了。碰一下你眼睛啊，不要紧张啊。好，睁开，睁大一点，只碰一下。他没发现后面来了个人。我碰到了没有？你碰到了。碰到了是吗？你会鼓塞不？把嘴巴鼓起来。嗯，你先就做吹口哨的样子吧。好，吹吹，然后学我。哦，好细哦。对，它很细，一个一个过。那通常不会这样，我觉得。对，但是患者会觉得你对我很用心吧？其实患者大部分是会配合的。肯定会的。好，阿姨你坐起来一下吧。坐起来一下，你脑袋用劲，这样子转转转。好，用劲。好好好好，把舌头伸出来。好好，拉我的手，用劲了。你指自己的鼻子，再指我的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这样子，快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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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阿姨，你站起来一下，来对着这边，对着这边，好，来往前举。对呀。闭上眼睛，好好，单脚站一下，好，换着脚。哇，还有一页。阿姨好，你再躺着，再躺着。眼神很无奈。阿姨没耐心了。没事，我给你检查清楚一点。右脚放松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右脚碰到左脚的膝盖，滑下去，然后再放开。放在哪里？你这个袜子要不把脱了，阿姨。好，放松放松，有点痛啊，有点痛啊。阿姨坐起来，坐在这旁边。好，手放松，完全吊着，不用管，放松放松放松，放松一样的，放松，放松放松，没放松，肩膀没问题吧？那你放松了，你放了，你靠着我手，那你看，你看你手怎么悬空的？你靠着我手，你没有放松啊，阿姨。你放松。阿姨都笑了。阿姨发出了迷之微笑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这最后两个东两三个东西，好，躺下来。你脚踝动一下给我看一下，转下去，好。放松放松。我的天哪！你放松，靠着我没关系。叹气了，阿姨是叹息。真是个老师的孩子，让他去收个新病人，他给他做了全套的神经系统查体，到现在还没查完呢。放松一点，再放下去。快了，已经做到膝跳反射了。放松一点，阿姨。
放松放松，脚踝也放松。阿姨都已经开始，哎呦，莫搞嘞，放松放松，好好好，可以了，好，阿姨搞完了。他也气喘吁吁的了，做了个全套。刚刚给你大概的也全部都检查了一遍，还是只有你脸上这个痛的问题，基本上好吧。喊放松喊了42次，32下，哇，一个小时啊。你查得很全，其实很正常，如果全套做下来真的就要一个多小时。这个并不是说李不言他不熟练，是因为项目特别多，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一点都不奇怪，但是只是因为熟练的医生他有经验，他知道哪些可以快速的过掉，所以他才不需要那么久。哎呦，你们病人收好了吗？我查体还没做。你们是查体是打算查什么步骤呢？先跟我说一下，因为我刚才去看那个李不言，他去做了全套的神经系统查体。考试的时候是可以啊，但是我们说实在话，我们临床查体有指向性的查体。对，所以我想问你们的话，你们等会儿指向性的会查哪些东西？我已经查完了。你查了哪些？因为这是主要它是头痛的主诉嘛进来的，查了他的眼部的情况。然后视力有下降，然后视野是没有什么变化，然后他的眼球运动是有点受缓慢，就是受到限制感觉。缓慢。缓慢和受限是两个概念。他说向上看有点受限。受限受到什么程度？他很难跟上我的手指的那个速度。总结一下你今天查出来什么阳性的体征。视力下降，他就说有点视力模糊。这个太主观了。是听他主诉。你自己怎么测的？你不要告诉我你测他视力就是问你眼睛看东西好不好，这个叫问，这个不叫你操作。我就问你，你刚才是除了问他视力好不好以外，你还做了什么来测他的视力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你还查了什么呢？然后看了他舌头、下颌，然后面部感觉，然后听觉、嗅觉。不光是查体，你之后要做的检查都有哪些？这是你今天的事情，然后把他大病历待会要完善掉。所以大病历今天要写吗？对，一定要写好。当然。这个是入院的当天晚上就该做的事情。好。说白了，写完再回家吃饭了。好。又要加班了。我只看到了你后半段查体，问了半天，概括一个主诉给我吧。有点脱稿，有点复杂，我还没概括，因为他那个。你至少也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他到底是为什么来的？你还要看看笔记才告诉我呀。最简单的就是因，牙齿，突发针发性。你概括一个20字以内的主诉给我。把纸丢开，拿脑子。好像我的老师。左侧，牙齿突发撕裂样剧痛，不能用撕裂样，他没说清楚，他反正问了蛮久的，没描述是那种，他就是剧痛，突发剧痛，然后。四年逐渐加重2个月。反复左侧牙痛4年，加重2个月。对，这不好了吗？记住啊，主诉越简单越明了越好。另外你刚才其实查体里头小错误不少的，就是下回要还是这样去看病人的时候不要带这么多的纸，没必要，这些都是要查多了要印在脑子里的。病史今天一定要写完再说啊。好，难兄难弟。怎么办？我感觉问了白问。这怎么搞搞嘛？那书看的都是不行的。来，给你，放在你慢慢的，还滚烫的。需要降火。我这前面这段要被当成反面教材，失重了。是的。
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每天换一个新的病让我收，那我不是每天要被骂一遍？对。哇，你好幸福呀！成长的速度太快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一个月抵别人一年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谁有机会在一个月轮完所有病种的亚专科？对呀、啊，一个月轮完所有亚专科啊，每天都要被骂一遍，我的天！这是成长的蜕变，太艰难了。今天下班又要十点嘞，我们两个主要要做 PPT。对，你还要做 PPT。我做完了。哦，张恰这么厉害啊！张恰应该说：“你们受的苦，我早受完了。”对，或者我曾经受过。哇哦。压力好大呀！是，这个刚才里边有一番啊，就是那三个躲在那儿不出去，对，嗯，然后进来被那个女医师说他们的吧，说你们各自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个效率太低了，还是有点不自信，讲多错多，做的越多错的越多，那我现在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吧，而且有一种可能不独立吧，我会不会？啊，有种不就是说啊，反正有什么事儿我们三个一起商量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总有人知道。他们这三个里边的心态，我觉得不会是三个人一样的。对，对，我要是冯晨，我觉得最合理的心态是，老大，我反正跟着你，我反正不懂，我问你。张夏会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把握的时候，反正我就带着两个小。对，没错，他会觉得压力更大。对，没错。但是这种刚入职场的时候，这种抱团啊，未必可取，因为在别人的评估体系当中。不会把抱团作为一个加分的，对，因为主治医师他的标准就是叫独立能够处理常见病多发病，嗯，你要是抱团，你永远无法成为主治医师，没法升级。对，而且从管理上来讲的话，我不认为任何一个管理者喜欢一帮来的新人在这抱团，嗯，对，因为那会更增加管理难度，嗯，如果你们是在专业上就互相竞争学习，那我很开心，但是你们就是。私下里关系特别好，专业的事儿先不管，就成为好兄弟了。我不认为这是对这个企业或者这个集体有好处的。而且评价的标准只能是对一个人，不是对你们这个 team。所以我认为刚进职场的人，你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心态，就是我只能靠自己，只能靠自己。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是主动选择的，对，因为这是一个新环境，外边所有的人都是区别于我们的，早就在这儿的人。但是我们三个是就唯一有共同点的三个人，那这个很容易走到一起去。抱团和团结还是两回事儿。抱团的话，无论是新入职场的人还是老员工，没有一个领导希望你抱团 的，而是希望团结。团结和抱团这是一字之差，但是差距好远。他们三个抱团是往后退。我觉得姐说的特别对，团结是特别好的事儿，我们可以给彼此力量，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工作，分享自己的苦难，但在工作的时候它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工作，尤其是医生应该独当一面，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接着看。有人说治愈从回家开始，因为在家一切都符合我的标准，温度、湿度、洁净度定制我家的专属氛围感，日常保持精致，褶皱和气味从不过夜。多种食材，多个最佳食用期，没有什么比素质更安心。从校园走入社会，用自己的方式生活。你的生活想好了吗 ？Leader 为每一种生活发 offer。待会儿严主任过来。严主任今天来呀、啊？快来。王蕊突然紧张了吗？你在门口了？好的。严主任说再来查个房。直接来考验了。到时候你们自己主管病人病史要汇报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昨天的病人的检查有没有看过？看过。好的。室内入肿，胃静脉曲张，然后我院腹部 CT 提示食管管壁弥漫性增厚，静脉曲张，食管管壁弥漫性增厚，静脉曲张。考试之前最后背题的感觉。哎呦，好紧张的感觉。
作为一个医生，对病人这个重视程度要做到每个人都一样的。如果严主任来查房，我希望你们要做到对答如流，我是不会来帮你们的。哦，压力最大的就是魏航。看今天王伟航能不能逆袭。希望。哇哦，来了。惊弓之鸟。李老师，哎，董凯，哎，您过来了，哎，你好，怎么样？就他们采病史查体啊，我看整个流程上是完善了啊、哦，这是 list 是吧？对，好啊，好啊，都还适应吧？比第一天适应些了。你是那个小航？哦，对对 对，是的。好，那是王蕊，你是小超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老师。Okay, 好，那我们这个先看一下病人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走。感觉老师还挺和善，小超、小航，他很会拉近他们的距离啊、哇，这么多人，太隆重了。好，那我们走，来，东凯带路。好的。还好吧，昨天？好。这是我的。好的，你来汇报，李彦准。那患者是在家中服用这个中药之后，吐了一次血。量是不多的，大概就2口，20毫升左右，出现了一次黑便，然后就去医院就诊，查了一个胃镜，胃镜呢提示重度的食管胃结静脉曲张，然后就来我院就诊了，然后目前诊断是肝硬化伴食管胃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。OK， 马上肝功能评估。他的看他化验单吗？如果有些数据你记不起来，你可以问小超。我突然改了。分级吗？不要问，要回答。对，至少把思路给我理出来。你怎么评估他？就是他有一个胃底静脉曲张，这个引发出血的话就很容易。我要你评估他的肝功能，不是需要你讲他的病史。首先要求你们啊，虽然每个人都有你们写病历啊什么管，但是你们必须一起管的，都必须知道他们的信息，否则你的信息量就太少了，学习的这个太慢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一共也就这么几个病人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叫你评估他的肝功能，你会做哪些事情？你觉得现在怎么来评估他？果然凯哥不帮忙，你看没有？这也帮不上，这怎么帮？凯哥帮了也会被说吧？坏了，这是答不出来了吗？啊，绝对，这绝对答不出来了。他也是没什么临床经验，好像哈。没有干细胞，对，他是个干细胞，就是哦，可能分级的话是根据这个胆红素。那你评估吧。首先我先说一下数据吧。你先告诉我思路，不要告诉我数据。先根据这五个评分标准，然后给患者进行评分，然后我可能会给患者1分吧。一分。为什么1分？因为，呀，他这个啊，因为患者也，要不，那他来评估。伟航，可以报一下胆红素、白蛋白和凝血酶原的数值吗？1到3分是小胆红素小于35.4毫摩尔每升，他是多少？他是27.4，白蛋白呢？白蛋白是小于34，具体多少？34。啊、好。凝血呢？多少秒？大概是。伟航突然像老师一样。对呀、啊。1秒左右。应该是延长1秒吧。对。延长1秒的话，那么也是，那么就是2分。然后的话，根据患者的刚才体查的话，也没有报腹水的情况，那么就是1分。然后现在根据患者的基本情况以及检查的话，可以检查铺一样正颤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没有的。
那你查一下，你查一下呀。要不您要站起来，可是得。好，小心慢慢来啊。你不用紧张，反正按我们正常的医疗流程。对，您把手举起来就行了。哎，对，像我这样，像这样的话是正常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肯定是肝性脑病是没有到那个三期和四期的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也是一分。那么加起来的话，总评分的话就是六分。那么总评级的话，那么就是 child pop 分级，那么就是 A 级。因为五到六分是 A 级，然后六到九分是 B 级，然后十分及以上那么就是 C 级，说明患者的肝功能情况是不错的，非常好啊，还是评出来了，基本上。哦，那边的眼神，突然逆袭的感觉，我想站起来了，逆袭了。逆袭。但是因为昨天没表现好，今天才变好。那昨天打熬夜呢？也是的，值得了。就这么个思路，肝功能就这样评判的。嗯。好，下一个，我管的。对这个病人进行一次，你全面的评估。一般状况的话就是神志清，然后状态也还行，但是我今天早上问了一下，他说他还没有通气。哎，那我就这句话，你不要扯开去，知道吗？他刚才跟你讲了，哦，我还没排气，然后你的脑子就被他这个排气的事情就扯过去了。这个概况养成这个习惯。你再来一遍，再试试看。最高体温有38度，然后也降下来了。嗯。然后心率、血压还有那个，就没有异常，那个一般情况就还行。嗯嗯。然后专科情况的话，就是他的那个说肠道还没有通气。又肠道没通气了。就是我就感觉是主要矛盾。嗯嗯嗯。首先，这个病人做过手术的。你是不是得问他有没有各种不舒适，他是不是告诉你的，这是一个。完了以后呢，你是不是得去查体啊，要掀开他的肚子看一看，是不是四处叩听嘛。手箱你要看一看，这个病人有没有一个术后病人有没有一个腹胀的肚子很胀的过程，有没有一个戳痛啊，压痛有没有明显，还可以了啊，痛不是很痛啊，自己感觉也不痛了啊，那么肚子略膨隆是不是，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引流管对不对，引流管也很清干净啊，那这里也胆汁也很通畅，那么也就是说往着这个顺利的方向正常的方向在走，然后呢看一下脚肿不肿，尤其是对这些微胖的病人来讲，脚肿不肿很重要，我们需要关注一件什么问题，下肢静脉血栓 ，right， 非常好啊！下肢静脉血栓形成，去看一个病人，你是治疗他，本质上你也是在帮助他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要跟他交流，你老是要跟他在交流，跟他家里人在一起交流，跟他在交流，然后他的一些信息就会到你这里来。临床思维的习惯要养好，否则你一定会忘掉一些东西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好，就先这样，好吧？好了，穿好了，等一下再来，等一下再来，很紧张。李老师问的问题，你们自己去搞清楚。好，你们有事随时联系。好的，要了啊。哎，好。那第四天了都。你等家属来嘛，啊，是吧？23。26。26还五床。你把当地医院的那个结果带来，就是再确定一下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心内科病房，我有个患者，我给他今天下了一个下肢的动静脉彩超。要调药吗？损外三级，够。扶着他肩膀，哎，好，大概还是在一块吧。阿姨你在你就行了，因为我们也要对医生做个评价。看他这两天对你态度认不认真啊，详不详细，相当于你要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评价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大家将进入为期四天的临床实践工作，那你们那场表现我们的带教老师都会看在眼里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会根据你们的综合表现进行一个阶段性的评估，只有考核通过的医学生才能拿到医院的实习证，并继续参与接下来的临床实践，考核不通过者将提前结束实习。哦，可以了是吧？好，听好了是吧？好，那就行。好，可以的。
张主任。哎，对啊。那这个是就是这几天他们三个同学收到的那个护士、病人家属，还有我们带教的一些评价。早上我在观察的，虽然其他两个同学是主要操作什么，但是冯琛其实蛮积极的，一直在主动就去帮那两个呀。冯琛，总的来讲主动。老师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这个诊断也是不对的是吗？这个写法肯定是不对的。安典童就可达龙是干嘛的？可达龙就是安典童，是三类创心理失常药。对，学习态度是很好的。我觉得他的话只是时间的问题，就是慢慢练起来的话进步也会很快，因为他肯自己去主动去学这件事情。张恰吗？他的专业这个临床能力是他们三个里头最好的，包括操作熟练程度都是最好的。他当天的那个病程完成度非常好，我去查了，我其实觉得没什么好改了已经，但是我自己在细心方面，在审查方面要加强一点。就那天早上交班的时候，他就上去汇报手术的病例，就小错误。关怀性的，或者说一些跟病人怎么样更好沟通。李不言其实这点做的是他们三个里头算是比较好的。阿姨忍一下，阿姨忍一下，来，阿姨手别过去啊，阿姨手别过去。起码我觉得是蛮到位的。啊，这两个实习生啊，真是一言难尽。按理说呢，他们的这个年资啦，已经不是本科生了。所以说我们对他要求不能太低，有些你看我昨天去考的查题啊什么的，其实反应还不是很好。高三心脏体检是这么做的吗？你看什么？衣服先解开。这边这么严峻啊。然后你描述一下看，听诊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来描述？第二三肋间那个位置。第二三肋间有什么？有一些杂音。什么杂音？怎么来描述？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心跳声。刘畅吧，刚好跟他相反。理论基础是好的，真的是美女学霸，背的可流畅了，小笔记也抄了很多，但临床不行。说可能考试成绩会很好。但是你真的拿出来看一个真实的病人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反应力？到现在为止，至少你不是符合我临床医生的一些要求，就还是个医学生了，还不是个医生。所以在着他也是能讲的地方多讲一点，但是还是要对他有点要求。啊、汪伟航，从我对他的接触里呢，还是非常认真、很刻苦的。然后呢，自己也知道，就是可能嘴干胆硬的知识相对来说呢欠缺一点。然后，所以这两天晚上他特别刻苦。晚上都加班到11、12点钟啊。那个小超好像稍微这个反应快，老练一点啊，老练一点。他还淡定，我觉得他这个乐感非常好。他反应很快，对对，他看到你去查题了，他马上去拿手下液了。啊，对，我就给他竖了个大拇指。是王蕊叫那个小女孩，其实我们面试的时候她是分数是很高的。因为当时对我印象很深，她自己去做个牙套的时候，然后就感觉到好像不舒服，有这个问题，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合作的设计了一个牙套，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所以创新能力还创造力还是很有的一个小女孩，还是有可造之才的，所以要对她多关心一下。总体来讲还是不错，这几天是能看得到进步的。说差距嘛，可能他的评分是最好的一个。刘畅进步确实很快，像刘畅这样的成绩拿出来，那绝对是碾压式的。这是汪伟航啊，他这个基础一定是很扎实的。小超工作的主动性方面是要高一些的。王磊的话，我觉得在三个学院里面是最聪明的。这老师好正面啊，老师你都看不出来。从潜力上来讲，真不好说。刚才那个主任提到一个词叫院感，院感是什么呀？院感其实就是医院内的感染的防控。你看他把洗手液拿过来给主任，主任在摸患者的伤口肚子之前先消一遍手，这样不会有细菌污染他的伤口。哦，是啊，这个意思啊。我还以为他就是感觉在医院里特别有感觉。我以为是把医院当自己的家。很能够进入状态啊。好的，八位实习生的日常表现我们已经看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推测环节。
我们要推测出日常表现当中的第一名，我们至少要猜对两组，我们才能点亮一盏小草灯。一个个来吧，我们大家，我们先从那个神外三子，我们选。这个应该没有什么，应该就是张恰吧？对，长子，长子，长子。我觉得这另外两个组，高尚那一组也太好选了。我觉得可能还是高尚，还是高尚哈。我们也是这么觉得。对，来，甘乃仪他们这一组里边，大家觉得哪个最突出啊？应该是谢旭超吧，无论是在就是知识储备方面，还是那个感觉都就是要基础要好一些。从这四天来看，我觉得应该会是他吧，而他那个写小纸片那个其实很打动我。那个细节是很温暖人的。然后他就是也说了嘛，他那些基础操作啊、换药什么的也是非常熟练，所以我觉得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会选谢旭超。肯定是谢旭超了。嗯。哦，我会选汪伟航。我在谢旭超和汪伟航中间非常犹豫，各有各的好。对呀、啊，我认为那个旭超，应该是病人的感受是最好的，他给人一种很温暖、很被照顾的，对这种感觉。我觉得没有关怀的医学是冰冷的，是是是。可是翻过来，没有技术的关怀是滥情，是滥情。我觉得患者他需要关怀，需要温暖，可是他来医院的第一不是享受服务，他第一还是享受治疗的，这是他的第一需求。我觉得这是相比而言技术低流。专业度上面来讲，小超和伟航有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？有的，刚才在这个查房的时候，汪伟航对于这个肝功能的分级就回答得头头是道。那么总评级的话，那么就是 CHAD POF 分级，那么就是 A 级，因为5到6分是 A 级，然后6到9分是 B 级，然后10分及以上那么就是 C 级。非常好啊，他是评出来了基本上。而且包括他晚上加班，他对于技术进步的这种的追求，付出的努力还是要多很多的。嗯。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要我会相对更倾向汪伟航。这个陶医生说完之后的话，我觉得被他说服了，谢谢。我其实还是不同意，在实习生阶段肯定不仅仅是他已经拥有的技术，是他的成长空间，以及他态度，以及刚才说了我们说用户反馈。我觉得这几天来讲的话，他的老师们也不仅仅是从只是专业上去评价他。那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几天一做评判，那就这几天的评判的话，我觉得他的老师的话会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进去。然后潜力的话是等于说所有的这个40天这个时间过去之后，可能会给出一个综合评判。嗯，继续抄的这些形容词都是加分项。对，它不是专业度。但是它的一个主分项。我们还是选伟航吧，我觉得。既然我们要有同样一个答案，那我遵从大家的选择，我们就看是不是正确答案了，好不好？那前面两个，你来，您受累，受累，来。我们暂时把刘畅拿下来，看我们的灯到底能不能亮。如果两道题都没答对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觉得不应该，怎么也能对两个。我们来了啊，看看答案。来了。哦，看他俩是谁啊？应该是高尚吧。对，这个是高尚。第一名。吓一跳，要这个。再有一票我们就成功了。神外三子那个我们应该不会错的，这个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应该不会，应该是张恰。这个没有悬念的。糟糕了，完了，这不应该啊！天哪，我现在有点不敢看第三个了。完了，第三个答案太重要了。太重要了，这一票太重要了。我希望我是错了，肯定是汪伟航。汪伟航。哦，这样。
但没想到最确定的那个才错了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讨论讨论，为我们后面的思路理一理。对，看他们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。哦，哎，可是张恰为什么他相对有经验，然后完成作业也不错？会不会是这样？冯琛呢，虽然他表现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潜力特别大，就是他成长的空间和他未来可以成长的高度，大家比较看好。但是呢，张恰已经有过一年的经验了，所以对他的要求更高了。其实我要是觉得呢，我可能会希望张恰呢有点主动的扮演出那个引导者，哎，引导者学长或者主动的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我们你们俩什么时候小白嘛，咱们这块应该是主诉应该这么写，病例应该这么写。对，所以老师可能对他比较失望。实际上这三个人他们的关系当中是有竞争关系的。是有，按理说是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表现出有教学意识，他加分。对，另外就是他那个比较大的错误是三个人躲在屋子里面不去看病人。你们新病人还没去过是吧？没有。对，我和带他一起去嘛，他说之前没查过。各干各的活，你们又不是小学生，还要结伴出去干嘛呀？如果要批评的话，这个最大的责任者应该还是张恰，因为他相对更有经验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从肝胆胰炎主任这边评价打分。好，那么肝胆胰三位同学啊，汪伟航护士对你的评分呢是相当高的，98.33分。等于说以后这种单子我还是从电脑上面开出来，然后交给护士的老师们帮忙打，然后再联系。对，他开抽血的话是开急查还是就开急查就好了。他护士评分的评出高下来，汪伟航呢他这个护士评分最高，98.3。主治医生评价也很好，工作认真，工作主动性比较强。患者的评价啊，耐心有礼貌。好，那个我们神经外科三位啊，冯琛日常的评分不错的，尤其是代教老师对你的评价非常高。冯琛就是学习态度是很好的，我觉得他的话只是时间的就是慢慢练起来的话进步也会很快，因为他肯自己去主动去学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心内科两位啊，高尚呢这个日常的评分呢，患者呢对你呢有95分，说你耐心有礼貌。药怎么处理的啊？他手里的药回家都要按顿吃，然后如果要是忘了，可以照着我这个吃，我再给你写好。好，好的，好。整体来讲的话，高尚应该说，在病房当中的表现啊，至少我们给他打的分数，还是相对比较高的。我们今天接下去要发工牌，欢迎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啊，好，我们先过去。有一个互带胸牌的环节。疯狂的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佩戴一下来。可以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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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无论怎么样，恭喜我们还是能够点亮第一盏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第一集节目获得了
点亮一盏灯的这个资格。好的，离成功还差六盏灯啊。可以去吃饭了。看看他们打卡没？没有。那五万都没走。哦天哪！卷起来了。真的。这日子过得正比我做科研还苦，那做科研的没那么苦。我们竟然又是第一名，我们是第一。人外三杰不一样的呀，滑雪之王今天。滑雪之王。我们三个滑雪怪。也是小小姐比较仁慈，我也没太觉得她仁慈。嗨，主要问题还是在我身上，我知道。我不管了，我今天回去要健身。猝死就猝死了，没事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肯定可以把你按到医院为止。是，可以。对，都是专业的。他帮你按，我帮你按气囊。都停都不用停啊啊！你倒是挺会选轻松的啊！家人们，嗨 ，Hello！ 哎呀，跟我们一样，你也是绕了一圈过来的吗？对啊。哦，你都听见了。那你们搞完回去还是吗？回科室。卷起来了这，我就说了嘛，这临床搞得比我做科研还卷了，做科研都没那么卷。卷起来了，没有人回去啊，今天没有人回去，厉害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今天情况好吗？不错，没有被批评了。还是我一如既往的悲惨。为什么？说我们效率太慢。一起骂的。对，肖小姐说我们像小学生，去收个病人还想成群结队。主要是我不会。我刚刚也说好的错。你说什么？最关键的一个错误就是纸笔只用了一只手。哦，我也是。你是长沙人吗？我算是吧，因为虽然我老家是湖南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一直在长沙。啊，那你们俩认识吗？以前认识呀，同学呀。啊啊！我真的是我从小到大出长沙没有超过两个星期过，也有可能这次又没满两星期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没事的，我可能不在了，都不会走的好吗？真是的。唉，艰难。听说刘畅昨天没回去啊，说他那个临床太差了，要好好补补。我的妈呀，这种师姐就是怪不得会成功。你回科室了？走，我跟你们一起走，我也不耽误时间了。马上九点了。九点了。嗯，妈耶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冯晨，你知道你的成绩吗？我是，所以你要比人家花更多的精力打好基础。高血性脑出血我们有哪些要点需要特别注意的？高血压性脑出血，我本科刚毕业。太可爱。我救命啊！问了半天，概括一个主诉给我吧。把纸丢开，拿脑子。有点复杂，我还没概括。不光是你们自己加班的问题，其实还涉及到科室很多成员的问题。我们到现在手术医嘱还没开。护士那边交班执行不下去，那袁坤也在等你们，我那边会议也没开完，还是要增加工作效率啊。自己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工作量。对，嗯，拜拜拜拜，辛苦了。我不会化疗方案呀。
你觉得当医生苦吗？会要付出很多，有这个思想准备吗？医生苦，这完全不用犹豫，可以说苦。没有问题，就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嘛。没有，因为刚才老师的一句话，是我当时考上大学之后给我爷爷打电话，我爷爷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他说，你他说孩子那个学医很苦，然后也很清贫，然后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就完全是一样的。医学是理想的，可是医疗是骨感的。首先从培养周期上来说，医生就和其他的行业并不是特别的一样，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可能其他的职业的话，拿到一定的文凭，进入一个好的公司，高司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，但是一个医生从一个医学生到一个实习生、住院医生、主治，这样子一路一路都是需要不停的学习、不停的积累。我也愿意把我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医学。如果我们带着体谅病人、解决他们的病痛，从而获得我们的快乐感，就作为一种能够帮助别人这种好的事情去做医生的话，我觉得并没有那么苦。我从小就觉得当医生能够治病救人是一件就很有成就感的事儿。患者给我的反馈给予了我巨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我有点不舒服啊，没事啊，到时候你待会儿再用那个清水给它稍微擦一下。送你让我自己画的，谢谢啊。这是使我坚持继续学医的最大动力，也是幸福来源。我希望的话就是我管的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出院。第一周很忙碌，也非常有收获，期待明天会有更多的挑战吧。希望自己一天能比一天好吧。这次我真的要拼一把，加油。哇哦！我看完这一集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，我们每个人都以为对医生很了解，因为医生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又远又近的一个职业。但是我们看了那么多短片，我们好像每到个地方，我们所有都是，哦，原来医生是这样的啊！原来医生怎么每天都要做这个？对，原来我们对医生这个职业其实可以说是几乎根本不了解。我们的了解只存在于我们不停问，怎么才能治好我的病？你为什么还没有治好我的病？一个医生的那个背后要经历多少多少的努力和挫折，然后才能够帮助到很多人。我都一直以为学医就是选定一个专业就一直学，只用学这一点点。看来不是，感觉知识储备量真的太大太大了，怪不得就是需要这么多年的学习和去实习。对啊，医生才是最强大脑。但我觉得首先要能熬，是吧？很多时候加班加到超过一天两天还有没有睡觉的，是吧？就他真的就是疲劳到一定程度的，最强大脑之外，还要最强的身体才能熬得住。可能我自己作为歌手，我觉得我的职业还是要比医生轻松很多。就很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恶评，我都会觉得啊，这个人怎么不理解我，这个人怎么没有看到我那种哩巴拉巴拉巴拉。可是如果不是因为 offer， 我可能永远看不到一个医生从实习生要变成一个医生，或者哪怕变成一个主任，他要经历什么，他有那么多每天的问题和每天的病例和每天要知道的要记在脑子里，我是不可能知道的。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恶评，我可能自我安慰一下，调整好自己状态就好了。但是医生很难有人会去理解他，因为大家根本就不了解医生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一层面是完全我的，这个至少我是不能够跟医生去比的。对，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，就学医的人多多少少他有点情怀。是，
我觉得关键呢，其实在于呢，第一，确实对医学是不是有兴趣？如果你是家里被逼的呀，我觉得熬不了多久，肯定要撤。还有第二个呢，就是你是只关心这是一个技术活儿，还是其实会看到这个人背后的故事，会感受到他整个你能带来的后续的延伸价值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它也是一种支撑，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，平均的获得感可能也很强。就是我们从事选择一项职业，我们进入它的时候的初心是什么，几乎决定着我们能走多高，能走多远，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当中行进着。熟水好吸收，本节目由135度超高温煮沸的康师傅喝开水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有一个门诊的考核，脊背发凉，到时候呢对各位的门诊要有评价的。现在怀孕了没有？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吃什么药吗？就是奶。网上看的时候不要查百度，以后吃什么药要按照医嘱。问诊的过程当中需要给病人一个确切的回答，刘畅这一点做得非常好。哦，刘畅好棒哦，而且很流畅。Can you speak English? Yes, I can speak English. Why? Like this kind of problem is very common. So, 来的是一个俄罗斯的病人，谢旭超的整个全程都是很熟练的英语跟他对谈，挺好的啊。得到表扬。今天给你查一些孕检。怀孕？其实你是第一次看病吗？不是，我之前有。你到底行不行？你们准备胸串的东西。冯春，你今天做过腰穿？我的天哪，一上来就穿刺了。让我先想一遍。听着压力好大呀！你现在进去多少了？不敢弄了，不敢上手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打飞镖啊？哇！天哪！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官方微博，看节目嘉宾和医学生直播，了解更多职场故事，来微博进入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页，参与热议话题讨论，分享自己职场故事，还能获得节目上屏机会。点击播放框下的讨论区，看看小伙伴们都在聊什么，一起参与相关话题讨论吧。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。腾讯极光盒子超精画质，狂野性能，创建一起看房间，邀好友边看边聊，见证医学生成长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，可参与抽会员哦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感谢合作媒体微博直播、微博校园、微博健康、微博职场、微博教育 Doki 极光 TV 极光盒子一起看。腾讯视频 VIP、 腾讯娱乐、腾讯新闻、 Zucker 一点资讯、中华万年历、春雨医生、一脉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